听讲 M 记要西兰花式喎，我梗系第一时间去试食啦。收工独自夜妈妈，冇鬼分子啊！排队买完之后，等咗一轮，盒饭到手啦。一罐纸盒载食物嘅设计，盒面有四个标签，分别是鸡、牛、猪同埋其他。咦，睇起嚟除咗鸡同牛之外，仲有其他选择喎。而盒身嘅两边都有啲图案嘅，但有粟米啦，有鸡啦，有牛啦，仲有个西兰花添。而睇翻两边做比较咧，睇得个西兰花嘅图案系一样嘅啫。睇嚟 M 记对西兰花都几专一喎。好，我哋反转埋个盒睇下啦，有麦当劳等垃圾嘅标志。好啦，事不宜迟，即刻就开箱啦。就系咁样用手打开嘅，睇下单手都得，好似 MacBook Air 咁样单手都开得到。呢个设计几人性化喎。好，打开咗个盒啦，首先见到嘅系份量都几少下噶，然之后咧见到嘅系绿色嘅西兰花啦，有啲饭啦，有啲鸡啦，有啲汁啦，饭入面咧仲有啲粟米添，有几多嚿西兰花咧？数下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、9。就咁睇个款咧，乜嘢价好似仲好食过佢咯。好，第一啖啊，梗系要食下个西兰花先啦。我就咁睇一睇个外表咧，个西兰花都几青绿噶吓，好 fresh 好清新，个味道咧系同自己平时白砂嗰啲系一样。哇，之后就试下啲鸡啦，哇，呢系鸡嚟噶，好试埋啲饭啦。我欣赏 M 记，点解咧？因为啲饭咧都几烂下嘅，其实可以俾啲冇牙嘅老人家咧都可以食到啲饭。咁呢个几贴心嘅设计咧，我就几欣赏 M 记。咁咧，總括嚟講，其實最好食咧就真係嚿西蘭花嘅啫。我唔係賣花賺花香，一真係得嚿西蘭花咧係好食嘅。好食完個飯啦，當然要飲嘢啦。咁咧我就揀咗飲呢個 M 記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超級破格新登場嘅呢一個新鮮檸檬茶。冇乜特別嘅，茶餐廳好飲過佢好多啲。好，咁咧食完呢个饭之后咧，系唔会够饱嘅，咁咧你应该要再加多100蚊去食多个西兰花咧，咁先至嘅。好，咁我而家就睇下周围啲环境先。嗱，睇到啦，现场所见咧，其实都食紧呢个饭噶。咁今次呢一个西兰花饭咧嘅开箱文咧就暂告一段。咁系因为咧，我惊咧喺麦当劳俾人认得出，所以咧我要讲嘢好似难我咁样，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啦。我是时候要翻屋企刷牙噶啦，拜拜。煮得好淋呀，翻归应当啦。